加强理性务实合作，减少战略风险。中方倡议五合国谈判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或者发表相关政治声明。中方已就此提出了草案要素，强调缔约国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对其他缔约国首先使用核武器。中方也支持财谈会谈判一项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的法律文书。我们希望各方积极支持中方就上述倡议提交的工作文件。同时，中方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中方敦促美国摒弃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撤回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放弃发展和部署全球反导系统，立即停止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